看这么厉害的吗？气刃锤破掉了，从这个高他在这个窗户外面，他在这个窗户外面一个都卖了。 Nice。我操！我没打到他的头干，哇！直接凑我脸上。哎呀哥！啊！省了什么？直接过来送。真的？哦，切！打死了。没有人查，烧了，在哪儿死的呀？外面死，烧开，烧开了一个。有一个在楼上，在那个军械。我后他刚才在军械。为什么我看到时候他不出来？我一走就出来。我操，伊桑好牛逼！牛逼啊！伊桑，你打了谁？他是男鬼，下山大巨女神，他是女神，女神永远女神。这里面有死了一个机枪，还有没了？没了，就在那个厕所。男鬼死了啊！我给我自己晃了，我怎么办？哇，你这什么呢？不要晃了。等我，没事进来了。Second to rating。妈
你知道吗？我还行。到我枪线那里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操，我生气了。就又生气了。杰托利他要偷我，掏了个车，他挑了个洞，然后我没有反应过来，没事，我大。都在两。哦。三个人干的。绕一下，绕一下，过了个档位。我拿到宝，不走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。这个这么爆了吗？爆不死我！哎呦，哎。这个有问题吧，我操，我他妈搜了这么一大圈车都没看见他人，我包掉了，掉二楼，这傻逼队友打我，哈，我操，差点打我，没死啊，我就说没打死啊。把门开了，我怀疑我要死，我操！都进来了，你们打一把吧，我没啥点好飞的。是，你可以直接飞点，然后 pass， 然后我就赢了。对面是看不见，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对面是看不见的。最后那个角落没扫到，是哦，我被好吧，就一个人在小房间，小房间的哦，我知道是。这事儿讲的很简单。
这个不要怕。哦哦哦哦！